预备。 再来，江美女过来，你自己看看，每次都还是差0.1。对你来说，改个起跑就这么难吗？明天就是考核赛了，你这种状态怎么参加？教练，我能不能跟您商量一下？ 我能不能用回平行时？我真的是不习惯丁字式。我有的时候起跑自己节奏都乱了。我虽然用平行式慢，但是我有把握可以在弯道的时候把丢的速度给追回来。你觉得让你改起跑是我一拍脑门子决定的事吗？那是我们整个教练团队通过数据分析出来的。我觉得不是说你练不好，是你有杂念。 前几天你的省队教练找过我，肯定也找过你吧，小美。国家队讲究的是科学训练，而且我们的教练资源非常宝贵，我不会多浪费1分钟时间的。如果说你真不想练，你明确告诉我，我可以停止你的家训，但是你别跟我这儿糊弄事儿。所有人下冰，准备体能。 终于找到一个能说话的人，考核突然提前到明天了，我们组今天训练的时候一个人都没说话，气氛可压抑了。大家压力都大，你放心吧，你没问题的。张浩宇也差不多，勉勉跟着 A 组练了那么久，拼一拼也没问题。哎，就是我，我这成绩啊，够呛。不过你别这么想，这比赛场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，那没比谁都不知道呢。 国家队食堂的饭是真好吃啊，这牛排都管够，我要是能一直这么吃就好了。可惜啊，可惜，就只能吃一天了。你要不少吃点吧，别影响发挥，明天好好比。你少吃才影响我发挥呢，我非得多吃点。脸脸呢？咋没看见他呀？嗯。 香梅，哎，我买了份香蕉给你拿点儿。谢谢啊，你上次给我的我还没吃完呢。咱们运动员多吃点香蕉好。你这是要去训练啊？啊。第一名就是不一样啊，最后一天了还刻苦训练，你让我们后面这些人可怎么办啊？我压力大着呢，今天李教练还说我。那说明他对你重视啊。 我今天在场下看了，你钉姿势起跑练得挺好的，但你毕竟是第一名嘛，李教练自然对你要求高点。你就别安慰我了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真挺好的，你的姿势啊、发力啊都很标准了。
要换作是我，这么短的时间内，我肯定做不到。哎，对，我正好要去家练起跑，咱俩一起呗。现在？对啊，我有个动作，正好向你请教请教。走吧。哎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快快。飞哥，我刚才给他打电话，他一直没接，找他有急事儿。老地方。好，谢谢啊。飞哥，飞哥，醒醒！飞哥，飞哥，醒一醒！你怎么还有心情在这睡觉啊？李教练把考核赛提前了。提前提前没有什么大不了。提前到明天早上了，明天早上。哎，哎，哎，飞哥，慢点。喂，爸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今天家练你又没来，连向北都不来了。我给你们打电话，你们也没接，这什么情况？哦，您别担心，我们考核提前到明天了，向北现在肯定在冰上了，我的室友们也都去家练了。哦，那你呢？我现在在宿舍呢，我有点累了。那你赶紧下楼吧，我马上到你宿舍楼下了。嗯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你制定了这么多的加练计划，你一天都不来，我还不能来看看你了。坐。明天比。今天刚通知的。紧张吗？紧张。明明，我跟你说呀，你的短板就是体能。虽然在短时间内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，但是你爸给你做的这些家训计划，如果你能来练的话，在你明天的比赛的时候，一定把你现有的成绩会提高的。那我。不去找您家练，成绩就一定提不上来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跟您说实话吧。嗯。我不去找您家练呢，其实就是觉得有时候您管的太多了，不光是我，还有向北。嗯。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想法嘛。你看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国家队啊？那这国家队那么多教练，我不知道他们的决定在您看来是怎么样的，但在我看来还是很专业很有效的。我这时候再找您加练，那我这自己的节奏就搞乱了，说不定会有反效果，所以我没去。你不生气吧？还有吗？还有向北。李桂明教练说让他往东，您说让他往西，那他到底该听谁的？那当然是谁对就听谁的了。哎，我觉得我的决定就是对的，所以说向北必须得听我的。谁说的对听谁的？啊？那我刚刚说的您没有反驳，那是不是就说明我说的是对的呀？那如果我说的对的，那我就可以听我自己的，我想怎么练我就自己定了。
你真的不生气？生气，管用吗？其实啊，其实你能到国家队来集训，你爸心里还是挺开心的。所以来之前我就随便给你挑了一个小东西当做礼物送给你，嗯，庆贺你一下。嗯，哇，这么好的刀架，谢谢老爸。哎，怎么还冒上汗了？热呀？是有点热，这不是收礼物了吗？开心的。别躲。又开始低烧了。我没事儿，您别担心。什么没事儿？您要是让我不滑，可免开尊口啊。对了，您不是要看向北吗？他现在肯定在冰场，我带您去看。哎，包，这边这边，预备，一，二，走。咱们练了这么多组了，我觉得你钉子式起跑练得挺好的，每次都比我快。这个我也没想到。说明啊，李桂明教练说的还是对的，你适合钉子式起跑。前几天你练不好，我觉得就是你自己心里负担太重，想的太多。你看今天放轻松滑，滑得多好。要是你明天也能放轻松，用钉子步滑肯定会是第一。别这么说，这还没比呢，四国邀请赛你肯定也有机会。嗨，咱俩目标可不一样，我这次目标就是留下来，你呀才是去四国的第一人选，而且你这总成绩每次都是第一名，这可是硬实力好吧？你放心，去四国赛的名额我不跟你争，我也争不过你。嘉文，你总是这么谦虚。再练会儿。好，走走。哎呀，这国家队的氛围就是不一样啊！这都什么时间点了，加练的人还这么多。就跟新闻里的一样嘛，第二天考试，前一天自习室肯定爆满。预备，向北。教练，我没去训练，我还没来得及。没跟你说这个，刚才你的起跑姿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跟你强调了多少遍了，这个时候不能改，不能改。国家队训练期间，任何人扰乱秩序，我就请他出去，包括教练在内。李桂民教练，请你搞清楚了，现在是训练时间还是休息时间？哦，你闺女啊，陈教练，咱们办公室说吧。我也没什么好茶，凑合喝一口吧。咱们俩上回谁也没说服谁，我这回也不打算说服你，这些你自己看吧。给我看这干什么？我都能背下来。行，那我就直说。向北是你一手带起来的，你最了解他。他天赋不是顶级，但非常刻苦。17岁就拿世界冠军，也是国家一队的稳定人选。可是你看看这个周期，安全圈速、体能以及他最擅长的长距离，全都比他巅峰时期下滑了很多。除了一次邀请赛的冠军之外，没有拿过任何一个国际赛事的冠军。这说明什么？他到了瓶颈期。
如果说他不能突破的话，很快就会被后面的小队员超越。我跟教练组也讨论过，决定帮他，方法就是改旗袍，肩向短距离。如果能成功的话，他还有希望，而且这在国家队是有先例的。我觉得啊，越是瓶颈期，越不能瞎折腾。你想过没有？万一他改不成功怎么办啊？你就对他这么没信心吗？如果说连你都没信心的话，那向北怎么可能有信心呢？我今天刚知道陈敏是你女儿，这保密工作做得真好。但陈敏肯定不是你一手教出来的。是，没错，我没有教过他，但也轮不到你在这儿跟我评判吧。我不想评判任何人，我就是想说陈冕身上那股拼劲儿，那股勇往直前的气势，我在向北身上暂时没有看到。向北他怕，他不敢改变，可如果不改的话，他怎么往前走？你能护着他一辈子吗？陈冕是我女儿，啊，向北是我带出来的，练出来的。啊，只要我还在，我可以一辈子护着他们。是是是，电脑啊，数据啊，谁都拼不过你。但你要明白一点，运动员他是人，不是冰冷的数据。你当教练也这么多年了，难道你就没有遇到过一位啊，让你可以全身心付出的运动员吗？说明天就要比赛了，紧不紧张啊？嘉文？啊？哦，妈，我不紧张。我觉得明天我有可能拿第一。这么有信心呢？那太好了。妈，你放心，向北现在心理状态不稳，我一定会去四国邀请赛的。飞哥，你干嘛去？哎呦喂！来来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来，喝点水。喝了多少？我去加练。我问你喝了多少？我不用你管。我是你教练，我当然得管了。你这样，你明天还能滑吗？我不但能滑，我还能滑第一。一飞，你可以不尊重我，但你现在看看你自己，还有一点运动员的样子吗？我为什么喝醉？我这三年变成这样是因为谁？你有资格在这质问我吗？没错，你是我的启蒙教练，是你把我带进国家队的。三年前你跟我说我有机会去索契，结果呢？你安排了别人，没错吧？
后来洲际杯，你又跟我说是我的机会，结果呢，你安排我去给别人护滑，你说那是最好的战术安排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什么都没有。有些东西，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再也回不去了。我那么决定，是有原因的。我也跟你解释过很多次，你不要跟我讲什么原因。我只知道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病了，躁郁症。医生跟我说，我得吃药。我吃，结果呢，就是我越来越不会滑了。后来我停药了，我就睡不着觉了。我睡不着觉，我就只能喝酒。我喝醉了，我才能睡着。我这三年经历了什么，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。都知道，我是最不愿意让你变成现在这样的人。最不愿意。我跟你说啊，方宇飞师哥今天得感谢我，要不是我啊，他现在还没归队呢。不过我们回来的时候碰到吕教练了，那就有点惨了。没想到你还中国好室友啊，那你自己事儿想明白了没？没想明白。哎，你说这人生目标哪有那么简单就想明白的呀？不过啊，我想了，我在这儿是因为你在。你的目标是明天能够留下来，那我的也就是啊，不寒碜。不过，你说国家队那么多人都想进，我又没有目标，还占着坑，而且我也没有想得冠军的这种想法。但我也是凭真正实力才进的国家队，所以也不寒碜啊。到底练不练了？就你这训练量都赶不上女队。怎么留下来？行行行，陪你练。哎，切！哎，嘿，哎呀，走！以前没仔细看，这国家队夜景也很美啊。你还吃？最后一天了，当然得吃了。什么最后一天？这还没比呢，别说丧气话。我说的是考核前的最后一天。哎呀，
我还没见着武大靖呢。这念头从你来了就没断过。你说咱都在同一个大院里，这么久了，一次都没见着，咱是不是不在一个时空？确实不在一个时空，人家是正式队员，等你进了，你就看着他了。哎，朵朵，我看你这次考核一点都不紧张呀。这是最终考核了，谁不紧张啊？但有些人呢，越紧张滑得越好。我可不行，我只能放松，放松才能滑得更好。好吧。国家队集训考核赛马上开始，本次考核分男女随机成组，进行九圈的追逐赛。大屏幕上会显示队员的总成绩，单圈时间我们也会分别记录。前三十名的队员会进入新一轮短道速滑国家队大名单。男子一组准备。教练，我要重新比。下一组。我说我要重新比，你没听见吗？这地面不平我才滑倒的，这地面不平。别胡闹啊，方一飞，失误了就是失误了。我没失误，队内考核记录就是我保持的，我会滑不过这毛头小子吗？我要重新比，你听。你是教练还是我是教练啊？下一组。孩子心理一关还是没过、啊。下一组，徐朵朵、杨嘉文做准备。咋了？加油！你可以的，加油！加油！
朵朵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已经很棒了。啊，可不嘛，我总算可以回家吃好吃的了。那啥，你们好好准备啊，加油，加油，快去吧。下一组向北陈冕做准备。各就位，预备。什么情况啊？不知道啊。我调一下那个向北的起跑姿势，稍等。向北，注意你的起跑姿势。很厉害呀，和向北的距离一点都没有缩短。考核赛有九圈的，陈冕一上来就冲那么猛，我怕后面他很难坚持这个速度。加油，陈冕！我怎么说来着？还行吧。行行。
留下来的30个人，我放你们2天假。2天之后，我们去云南开始你们的夏训。没有留下来的，并不是说你们不好，你们也非常棒。而且这也不是一个结束。如果你们还想滑，继续努力。我们所有教练会在这块冰场上等你们回来。我让你改起跑姿势，你没改。不过没事，我只看最后结果。不错，突破了1分29，很有进步。不过你别笑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这绝不是你的极限。你要按我的方式的话，你能更快。能突破，总归是好的。但这只是你1000米的成绩。下周的4国邀请赛，你得加油，好好比。教练，您的意思是我确定可以去参加4国邀请赛了？你已经突破了自己最好的成绩，又拿了考核第一，当然可以去了。嗯。但是这次比赛1000的队员已经确定了，你来滑500。500米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爸，哎，我进国家队了！恭喜你，好样的！好了，哎，不烧了吗？啊，这么快就好了？就因为进了国家队开心？你这可是毛病啊！啊，一紧张就发烧，啊，不紧张就好了，这得改啊。爸，我这回和向北滑一组，你看我们俩谁厉害啊？都厉害！你就唯心吧，他滑第一当然太厉害了。但是我进国家队了，我们俩差距越来越小。特别好，哎，你起跑啊比他快啊，而且前面你都在领先他啊。哎，昨天的时候你爸都录下来了，也发给你妈了啊。师傅，哎，我能去4国邀请赛了。哎，向北，恭喜你啊！也恭喜你入选国家队。那你们先聊。爸，我有个室友这回没选上，肯定特别难过。我先找他。好。恭喜你啊！好样的，恭喜你。师傅，还是您说的对，我跟着您说的滑的好多了。就算师傅这趟没白来啊！哦，对了，你去4国邀请赛呢的对手的资料我全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回去我就马上发给你啊。坚持你这样的状态，啊，稳扎稳打才能进入平昌。今天表现真不错。我知道了。谢谢师傅。超越是我们运动员必须具备的能力，同场竞技。它不像速度滑冰，我跟时间去比，没有一个人是从头领到尾拿第一的。超越是一种精神上的吧，更大的是一种心理的对抗。技术大家都非常好，那可能就是信仰上、自信上、坚定上，这些是一种超越。你不管你是训练还是遇到困难挫折，坚定的信念，尤其在逆境中的逆流而上。剩下的是什么？不断的研究、探索、努力、刻苦，
各种品质的交融而已。像我们竞技体育，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短道速滑发展到现在，它是每一个周期都是有不同的人去贡献他自己的力量。你要超越你的前辈。以前我们滑40秒0几的时候，你们就认为这个世界纪录太难破了，突然就会出现一个运动员超过他们，直接像武大靖现在就把世界纪录带到39秒5。等到过一段时间，这39秒5的世界纪录也会再次让人去打破，再次让人去超越。相信每一个人不停奔跑着都有一个原因，从日出到日落，有什么证明我曾经来过？曾有一片雪花缓缓落下在我的手心，落在我的眼里，我的心里从此不曾融化。也许我普通的如此渺小，也许你一直都还在寻找，可我们都曾如此真实而且的存在过，像空气一样。